比到一摆，全台湾台庭天总统蔡英文伫近平日的民进党总统府前，针对庭天带本国人的不安的非势力，强调希望再个唔面对问题，国家不由动态的防内通新风险。今日强调，包含加强传统天庙安全，也着系天朝肯定会作为。两位行政总领袖要出来开记者会，韩国行政院委员长调查小组来展开行政院层级的调查，来查清楚总有韩国台天的管理部门相关的管理，韩国监督的基金。 全台湾庭天民众近观烟，总统蔡英文下注参加民进党总统府一见，这个同归于非此理。对于这次停电，所有的国人，对所有的国人带来不便与不安，这是我们的天意。这样的状况不应该发生。在这次的事故当中，我相信所有的国人都注意到。 电力的供应不只是民生的问题，更是国家安全的问题。所以，也摆回庭天，恭喜你被出事。不过，行政总领袖韩黑出来开记者会，支持行政院政府委员吴福苗首席行政调查小组，而针对总有韩国台天管理出事来调查。那么，主要行政调查的工作是希望能够厘清，在这个事件中间，我们的相关的，特别是中油跟台电，他们的管理部门的管理。 和督导的责任，在制度上是不是具有疏失？作为外调查追究起因，严俊涵讲，也摆回庭天总的宽作，是单一事件。先前扶贫天冲天塌方下来，没强强危害天，表示全台湾的送天内通，没外来检讨改善。这大型的集中式的这种电厂，要如何的确保它的这个输和送电的这个电网以及管线的这个安全，那么是不是应该有更好的？ 强化的措施，或者有双重的保障。就事后调查，也摆回庭天，系总有猫头张天人家下，唔多好劳松些快关关体，张伟安内，总有个猫头铁路基金同家的合作，有十年安居位，唔系条白金行被求中央。唔过，总卖被求家下，无总有人员被电器，总有未本意争议，有疏失。我们会定义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。 改善的措施，包括系统本身的设计，是不是需要有一些调整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那当然，在 SOP 的执行落实方面，我们除了本身的员工之外，我们对于承揽商的，我们都会严格的要求，绝对不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另外，也被调天，造成被台湾神谷有一股蔬菜甜甜的泰坦天虫六台发电机组，造成一次总有一条关线松懈，暗冲油天虫，今年没其他松懈替代方案。 林全讲，希望有必要可能会对国外抢占家内，同台湾古野能源政策规划来做检查。下个新闻，请转前组台报道。